你很开心，所以我很开心，小小的确定你的幸福。这次旅行让你能够跳出你原先所禁锢的所有的一切，把两个自己融成一个大自己。朱丹在和周一围的婚姻生活中真的如大家所想很是卑微吗？显然并不见得。当初朱丹和周一围拍拖被拍，后来又走进婚姻，其实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夫妻，毕竟朱丹是二婚，而周一围是头婚。每每朱丹在人前谈到自己的老公之际，明明是极力想了营造两人恩爱的感觉，却总是让人觉得一点也不恩爱。尤其当时两人一个主持工作，洋相百出，一个花边绯闻不断，可这么多年过去，外面婚变消息不断，可不被看好的两人却是悄悄经营着自己的小家，这次还一起来参加夫妻综艺节目。虽然说多多少少也是为了生活，可就节目中朱丹随时随地想要做做的秀恩爱，周一围嘴上说不要，可行动上却是一点也不怠慢。就单做家务这块，周一围没有当甩手掌柜，而是用行动为朱丹分担。面对朱丹碎碎念的唠叨，始终情绪稳定，这就已经完胜了很多男人。或许此前真的都是我们错怪了周一围。那么对此你看好两人的婚姻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